女人牵在手的裤啊，不一定。在我家的话是我才把手不牵，在我家的话是我才能手不牵。爸爸爸爸爸我老婆她比较没办法，没有比较没金钱观念，我比较有，我不太会花钱，我钱进来以后都是花给家人，然后我自己都花在那个股票上面跟房子上面。爱宝鲔鱼糖一包1800，哎，整包的鲔鱼糖是1800。我老妈呢？两三百对不对？哦，妈妈一斤要看几有？没有啦。来，鲔鱼糖，我记得有问过，整包的是1800，对不对？变，变，不会好了啊？他说大元想要拿一包啦。加油，我尽量跟他讲，看他要不要带哦。哎，你会帮那个大包的普通批发多少？500，100啊。来，谢谢。500公斤。丑兰那小片的有带来吗？我问一下哦。丑兰那有。有帮你拿。贺晶晶有帮你拿。小片的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。牙用先刷哈。大个了，来千，千这些啦，大壳千，啊，大壳千嘛，哎，水的啦，你现在大不大？大吗？谢谢。这几种虾啊？那个，这个。你买5吗？啊。这个5500。5500。哎呀。1份多少？装给他看看。1500。我一边看分量。我知道啊。明天乌日会有虾卷吗？那现在不知道，应该我不知道。天哪！好了，那小片的有拿来吗？对不对？正常吧，过完年。要花鱿鱼多少？要花鱿鱼看你，看你要买多少啊？200，正常是1份200。吴国瑜，对，吴国瑜来了。吴国瑜上来了。我买一只，我最少买3只啊，好不好？太多了，我提不动，因为我要去别的地方。这怎么卖？啊，4500。北欢的那红糕，北欢的那红糕。早安，林美，早安。苏凡要去赚那个喜饼钱跟那个宴客钱。苏凡加油，多赚一点。苏凡好喽。平常好像比较多哎，今天的鱼没。还有多利鱼哦。今天有多利鱼啦，今天有多利鱼。多利鱼啊。刚才有人问我说没有，今天有多利鱼。哎，那个大师那个，
过年你没有来吗？没有啊。章鱼脚，这个水烫一下切片是这样子。对啊对啊，水烫一下切片呢，会不会很硬啊？你要用焖的，不要把它烫到手，用焖的，水滚了下去，水滚了丢下去嘛，水再滚起来，火关掉，盖十五分钟就好了。那焖到熟，它就不会硬了。看到你直接用滚的，越滚越硬。对面三百，三百块我看。这个是什么鱼呢？对，海参。海参，海参。我会给你呀、啊。一千。好，那烤鱼箱有一千多吗？你拿来看就知道了。你看，不超过一公斤呐、啊，不要多一斤。不过两斤。来，接下来。这什么卖啊？你要这个呀？玻璃谁的？哎，我等等啊，谁的？两百块给你，爸，两百。哎呀，公鱼是谁的哈、啊？我。刚有人拿过来给我的啊。买三只了好不好？你要买两只啊，买三只了。啊？三只了。五百，一万五百，哎，一万五百。哈，我上少一百，卖一百都看嘛。燕虎爪，现在手上拿的是什么？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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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？黄鲤的，现在黄化无啦，现在是黄鱼跟多利鱼啊，这边是多利鱼，这边是多利鱼，这边是多利鱼，黄色的是黄鱼，黄色的是黄鱼。另外哦，然后如果你是问这个的话，这个是花枝卷，它黄色的是黄鱼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不要杀鱼啊！阿妈在做了，来来。各位好，大家好。哦，我这个广啊。来，回机，回机讲。买两包吧。哦。两包到哪里啊？哦哟，还真正歪，真正歪。到哪里啊？来啊，落下来。回机刚刚回来啊。来，谁的？这个谁的？哈哈哈哈哈！花枝卷一份，好。好，来等我一下，飞机刚好人来无？老几分哦？花枝卷两份了。嗯。好好好。来，飞机刚来。飞机刚老几分来两百来。来，飞机刚好人来无？花枝卷。花枝卷哪里有一份啊？幸好在车上睡觉，已经睡睡觉了。那可能会睡到九点，睡到八点就给他，只给他睡到八点。啊，八点了啊，八点了啊。好，八点了，八点半。来，两百来，两百块人来不？来花枝卷来两百块，你来啊，来花枝卷两百。来两百块来。好久没听到我的声音了。来两百来。大家都觉得我很吵，不用听我的声音啊！大家都觉得我很吵。花枝卷过了，还有人去别台。有鱼啊，有鱼啊！那个那边打小报告说要开台的。来，我一杯，我一杯，我一杯，我今麦都白下，都白下嘿。来，我一杯够两百块了。以为他是主角。包飞机的，叫飞机吧，来。声音都盖过叫卖。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。飞机够两百，无人来啊哈！无人来，谢谢你们哈！鱿鱼啊，鱿鱼。